Bonjour tout le monde, je m'appelle Karen Kwok, je suis réalisatrice de ce petit film Le son de Chopin. Merci d'avoir venu pour cette séance de production. J'espère que vous avez aimé le film. Bon, maintenant je vais parler en cantonais. 大家好，我是杨嘉伦 Karen Yang， 是雅乐合奏团的创办人。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郭正君 Karen Kwok。Karen Kwok 现在呢就是旅居法国的，他是来自香港，但他呢就在法国做这个影视的制作。今次很高兴呢，我们第二届香港古乐节可以邀请到郭正君呢和我们去制作这个萧波的琴音纪录片。在这个 video 呢，我们想呢和郭正君聊聊天，让他分享一下制作这个萧波的琴音的经历啊。咁好 ，Karen， 咁我知道你呢除咗呢係钻研呢个电影嘅行业啦，仲有你呢嘅兴趣呢就係去弹琴喎，你鍾意弹琴同埋玩乐器嘅。咁郭正君都好鍾意呢个古典音乐嘅。咁我想问下你呢，当你第一次你几时第一次听到呢个皮耶钢琴嘅声音，同埋你第一次听到之后呢你有咩感受呢？我第一次听应该是今年三四月左右啦，就去 Olivier 嗰个工作室嗰度，咁佢就弹咗佢嗰啲 player 钢琴俾我听啦。咁个第一次听就真系非常之触动人心嘅声音，即系非常之温柔，系而且系好绵绵嘅嗰个出嚟嗰个效果，系唔需要踩 pad 度已经可以系好。很厚很圆润的声音，现场听是真的始终都是不一样的。我很希望这些钢琴有一天可以去到香港，给香港的乐迷听到。好，想问你呢，你制作完毕这个萧邦的琴音影片，你对萧邦的音乐现在有没有新的看法呢？有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肖邦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就是我只知道他的音乐很浪漫，旋律很优美，他是钢琴诗人。经过今次的 project， 就当然是对他的作曲啦，些技巧啊，就是他音乐对音乐的理解，就是这些方面就有更加深的认识了。同埋就真的估唔到有一個即係一個樂器係可以對個作曲家有咁大的影響，即係呢啲 player 鋼琴嗰個聲音係真係完全就係蕭邦想要嗰種聲音，即係佢要表達嘅嘢就係要通過呢啲鋼琴去表達。咁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即係好神奇咯，係啊，即係估唔到係可以有咁樣嘅聯繫咯。好。咁咧，而家喺歐美咧，好多音樂界音樂人咧都去玩翻啲古董嘅樂器啊，或者仿古嘅樂器。咁我哋叫古樂風潮啦，或者早期音樂嘅風潮 ，early music movement 啦。咁而呢個風潮咧都吹到去亞洲啦。咁我哋都喺亞洲咯，唔同嘅地方都開始玩呢個古樂器啦。咁你對呢個古樂風潮你自己有咩睇法咧？我覺得是絕對一件好事，因為在音樂在藝術的層面基本上是不需要有任何局限，就是有無限的可能性，越多新的東西或者舊的東西重新再出現給大家去重新去聽，有新的發現，其實是絕對是好事，就是大家的選擇多了，大家對同一個樂曲不同樂器的演，即是用不同樂器可以怎樣演奏出不同的效果出來，其實是就是豐富了大家對音樂的認識。好。那在這個蕭邦的琴音影片裡面呢，你訪問了四位的人士啦，包括有古琴復修師 Olivier Fandini 啦，古鋼琴家 Mathieu Spire 啦，鋼琴大師 Yi Song Yi， 和瑞士的一位音樂學者 Jean-Jacques Edredange。咁喺你哋嘅对话之中，你自己有咩启发咧？我自己有一个好深刻嘅感受，就系
即系喺人嘅历史入边，即系永远都有啲事物，就好似呢啲就有钢琴咁，系因为有新嘅潮流出现啦，或者大部分嘅人去争执嗰呢啲嘢啦，咁佢哋就会渐渐咁消失喺大家嘅眼前。咁但系咧，佢哋唔系绝对咁消失咗。咁当你始终一路有人去珍惜呢啲事物啦，去好努力咁去保存佢哋啦。咁始终有一日喺去到后世，系大家系有机会重新再接触到呢啲事物嘅。咁我哋即系可以重新再去认识呢啲嘢啦，重新发掘佢哋即系嘅意义啦，跟住佢哋都可以带到新嘅价值去我哋嘅人生入边咯。嗯，好。咁仲想问下你啊，关于你拍摄呢套纪录片嗰阵时，你遇到啲咩趣事或者挑战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一样好有趣嘅嘢咧，就系、是我哋去 Mulhouse 系一个喺法国嘅东部嘅城市啦，咁就去访问 Mathieu。就是一个古钢琴家，咁佢喺 Mulhouse 嗰个音乐学院度教钢琴嘅。咁其实当时咧就正正系佢同阿 Professor 主办紧一个 master class， 就系关于呢啲第一钢琴同埋肖邦嘅音乐。咁就请咗 Olivier 带佢嗰两部第一钢琴去到嗰个音乐学院嗰度，俾啲学生去试弹嘅。咁就真系咧头两个出嚟弹嘅同学咧系。我真的被那个钢琴那个细声程度是吓亲的，即是他们一弹，咦，听不到啊，跟着要重新再来过，这样，那就，即是我自己在现场听也都是这样的感受，因为即之前在 Olivier 那个工作室听是一个比较小的环境，那当这些钢琴去到一个演奏厅的环境的时候，真的发现，咦，是真的跟我们平时习惯听那种钢琴的声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重新调节我们的耳朵啦，那观众和钢琴家本人都要去重新 去调节，是啊，那是都挺有趣的，是啊。哦，那听着都挺有趣的，那咁多谢你嘅分享啦，咁我哋好高兴咧可以听到阿郭正根 Karen Kwok 以佢呢个制片人嘅角度讲肖邦的琴音，佢呢个制作影片嘅经历。咁希望我哋好快可以再同 Karen 倾偈啊，咁或者睇佢更多嘅作品。多谢你，好，咁我哋再见啦。